毒。可以耽误。国军系有什么特殊才能吗？能啊、听说你们会什么十八响还是什么、嗯、是吗？欢迎收看 YouTube Me Too 同学下课了，我是永远十八岁的圆圆啊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什么事？没错，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有订阅有保佑哦啊！给你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。那今天我们来到台湾的最高学府，也是我浪费四年青春的地方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在路上访问同学，问他下课之后要干嘛。那如果有趣的话，我们就跟那个同学一起去体验他的下课生活。我看到一个正妹，快点！请问你现在下课了吗？下课。那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我现在要去大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应讲义。你是什么系的？法文。法文。那你现在下课了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大人馆啊，超多漂亮的女生，因为他们那里面是外国语文学系加舞蹈系加国剧系，所以几乎都是女生的系。那想当初我也是里面的系花啦，嗯、自己讲。同学可以耽误你。这招好像我平常会用的。我要找一个帅哥，我决定我一定要找一个帅哥，不管他的那个生活多无聊，我都要跟他走。想问一下，你们现在下课了吗？带大家往上看一下，好喘哦！我跟你们说，大人馆虽然有电梯，但千万不要搭，因为里面非常多的鬼故事。如果你不想要在里面一辈子出不来的话，开玩笑的啦。哦，好累。我们现在在四楼的国剧系，我发现那边有一堆人哎，感觉很热闹，去看一下好了。好像是大家在摆摊哎。竟然有占卜哎、欸！那同学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 Jack。Jack， 那我想问一下，我刚看那个上面广告牌说这是你原创的占卜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算是，就是我的东西其实都、很多都是自己做，像我的卜啊，或者是这个皮也都是自己烤，还有占卜工具。所以我现在如果要请你占卜的话，我需要怎么做？首先需要一个很放轻松的状况。我今天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。就稍微放松一下。好，可以帮你这个。那我想问你，主要是拿什么东西占卜啊？这个是卢恩符文，就是北欧的一个神秘学系统，然后这边每个符号都代表一个神明或者是一个就意义这样，然后如果透过这些符号的话，可以算是应该算是说能够去解答你自己现在的生命状况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好像看到我朋友你怎么来这里？我来摆摊。你来摆摊？对，你也是国剧系的、喔。我是国剧系的。所以你现在是下课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今天国剧系三天刚好是有摆摊的活动。所以你们下课都会，你下课都会来摆摊？就是有如果系上有办的话，就会来摆摊这样子。我觉得好像非常有趣哎、欸，那我要讲出关键字喽。同学，我可以跟你一起摆摊吗？嗯，这是关键字吗？好好好，可以吗？好。嗨，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叫虾尼。虾尼，虾尼，虾尼是饰品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就是我自己做的耳环。好，帮他打广告。然后可爱一点。你自己做的？我去买材料，然后看是如何拼凑，这样子是我的。设计，那你有最自豪哪一个款式吗？最自豪这个小花花，好可爱、喔，比较适合夏天。Okay. 我们就一起摆，然后分摊这个租金的部分。哦，所以这个是要租金的。对 对, 對，因为给国剧系学会的，一天系上是200，然后外系是300，外系是300、嗯，哦，所以外系也可以摆摊。对，一学期会有一次。哦，一学期，然后一次走三天。对。所以我们刚好碰到这三天吗？对，是刚好。你怎么那么 lucky 啊？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衣服好了。就是我们这边是古着类，然后是我跟我男朋友，我们就是都会下高雄，然后去批一些古着，然后网络上有卖，然后现场也有卖这样子。是哦，那我想偷问一下你们价位大概在哪里啊？差不多490-590左右。
对，五座，所以它是二手衣咯，算是，然后也是有全新。这个我叫黄空金骑士团团长，团对团长。那我想问你们这礼拜生意好吗？今天是下雨天，但是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来逛的人会是只有国剧系的人？不会，就全校都会有，全校都会有，全校都会来逛。所以大家有知道这个资讯？对，因为我们就可能会发文发在什么 D 卡上，就是文化大学的 D 卡上，或是一些就是文化文件。好，我决定我现在来帮你叫卖一下。哎，同学，哎，同学，同学，这里很好看的这。我是比较好奇，为什么要到高雄去批货？因为我刚好有个大学的好朋友，他是高雄人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去高雄玩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推荐一间，就是这件衣服。然后他是一个阿嬷开的店。然后后来我们就跟阿嬷说，那我们可以就是批来卖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好啊，这样子。一开始我就开始在网上卖，就是从二手衣开始。就二手衣真的太多，是卖自己的，卖自己的二手衣，也都卖得很好的。对，就比较便宜卖吧，所以就卖得很好。然后后来就发现，其实古着也卖得还蛮不错，因为其实很多人也想。对呀，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对好爱穿古着，反正大家可以去搜寻他的 IG， 然后在上面做购买。欢迎嘉颖。他就是我高雄的那个哦，嗨，你好，老公进来，可以进来啊。他刚好是那个国剧系学会的，系学会活动长。哎，我以前也是系学会会长。真的？我想问一下，国剧系有什么特殊才能吗？特殊才能？听说你们会什么十八响是吗？十八哦，是十八铜。我现在把你们国剧系的那个拿手好菜拿出来，你现在会拿出什么？对，来看他们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国，因为我们国剧系有分组，对，然后你刚好恰巧问到我们是导演组，哦，对，你们是会做表演。那请问在场有没有国剧系的同学厉害的？叫潘永霞，潘永霞，哎，潘永霞。好，我先访问一下同学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潘永祥。但是他是那个系学会的副会长，副会长，对，很有副会长的样子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也有一点紧张。你现在大几？我现在大三。大三，大三，所以大三应该国剧系要会的应该都会吧？该要会什么？应该是结巴。要看要会什么？我做一个大战子，做一个大战子，大战子，好，大战子。披向君美不披少年郎。谢谢这位同学的精彩演出。我记得你有个舞团呢，我前阵子还有看你们的 cover， 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叫做 Zoom In， 我们也蛮喜欢韩国歌，我们就跳就是韩国的 MV 舞蹈去 cover 它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有两首歌，对不对？对，两首。我真的有在 follow。真的有。是不是可以请他跳一段呢？现在吗？可以吗？谢谢凯莉，让我们在你的摊位胡闹了一整天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意呢？好，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来找你玩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跟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